这一次见到以后，我发现他的这个肌肉的线条粗了一圈。是这个，由于这个级别的上升啊，选手啊也是曾经大战过今天的连续大摆拳嘉宾。Stop！ 接腿。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？哦，不愧是、这个爆发力十足、不愧是这个啊，这种变线踢啊，这个几乎让对手根本就看不出你的这个进攻路线。伊萨确实是力量是涨了，但在打拳的一瞬间，他的拳是哎，我们看到他的拳抱得很近，哇，哦，一个又是变线踢，扣着，哎，扣着。伊萨也是又一次让自己的这个弯刀出鞘啊，是啊。啊，刘海南显然有一些慌了。现在要对，用这种方式不断的在缠斗，啊，又是一个变线，要注意对方变线。好，注意。好，因为对方一看现在这个，哎，好的，连续的漂亮，漂亮的刚才的这个高手进攻，哦，又是。我。Stop！ 哇，又是漂亮的一个变线，回法太快了。哇、哦，又是非常强有力的一个低扫变线，啊，又是一个漂亮变线。Break 啊，所以哦，挤进去。哇，伊萨这个闪躲啊，也是非常的快，一个摇背加一个大摆拳。对。哦，这个好像是踢到了裆部。啊，现场可以清楚的听到这个击到了护裆的这个声音。刘海南可能也是继拨球之后啊，又去悍将，连续的大摆拳。飞膝，哇，走，一秒的流逝啊，给刘海南的机会不多。哦，接高扫，成功，比赛结果。